竟然有这样的速度。长文龙选手的变体毒杖也施展了出来，张楚然想要再次近身攻击的话一定会中毒的。张楚然身边亮起了无数雷电弧，同时射向了唐文龙。唐文龙被这些电弧的热风缠绕，所有电弧击中了唐文龙，他开始冒黑烟了。张楚然竟然可以不近身远程操控这些电弧，难以置信，张楚然选手简直是脱胎换骨了，瞬间就击败了唐文龙啊！唐文龙选手输在了轻敌啊，而张楚然却做足了功课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粉了吗？不可能粉，他明明是个无耻之徒，他怎？这次真心。搞定。悄悄的元神飞散了。这觉醒器硬是让冯宝宝给按回体内爆发了。一帮没轻没重的小鬼，还好有老夫在场。别急，等他实在不可解的时候再下去也不迟。老天师，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？愣往回吸嘛，这丫头傻得真可爱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气到底能气多长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得下场了。别急。陆玲珑对张灵玉，张灵玉胜。张志伟，你这个牛鼻子，你别跑。师兄哎，你慢点儿。慢不得，我能慢下来，老陆的巴掌可慢不下来。那你把我放下，老陆抽的是你，关我屁事啊！哎呦，同门之谊都不讲了，得嘞，待会儿拿你当标一样扔出去，照顾老陆。凌玉他是个晚辈，我不便跟他动手，但是你徒弟的账我必须算到你这个老王八蛋头上。好啊，你这龙虎山的雷法厉害是不是？行，你站住，看我的雷符能不能劈动你。老陆啊，100多岁了，耍什么混蛋呢？要点脸不要了？脸我不要了，今天我要跟你那个徒孙学学。别说脸，今天我命都跟你拼了。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不行吗？当年我和你志为师爷，分两路去寻找你的爷爷张怀义，可终究还是没有找到。不但如此，在半路上我还遭到了追杀。小青子，在。二太师爷，帮我一下。那伙人到现在都身份不明，他们拷问我你爷爷张怀义的下落，我确实不知，可他们不信，于是就伤了我的经脉，毁了我的四肢。如今我已经是
废人一个。陈师爷，原来你是因为我爷爷。老天师，您这是，您眼睛怎么了？啊啊，那边真热闹。这老罗非打我眼睛。你没跟他们一起？我这白天觉都不够睡，更何况晚上了。来一杯。嗯，味道不错。这上面隐隐流动着气色组成的符号，但是有点儿看不清啊！看不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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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清。要想看清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我调动体内的真气就可以。体有金光，复印五身。请听不可闻，少爷。果然，这类禁制法术由特别的符号组成。太美妙了，与如今浮夸刻意的设计不同。这些符文充满着古典主义独特的质朴又神秘的美感，你不是古典主义啊！这是波西米亚风格。怎么样，还是我张楚岚够意思吧？让你们月落无敌，友谊万岁！好。